你咪出晒去跑1650第三班四只马赢过，就是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，就包括咗呢个合约精神、包装风云、追风企足、健康在望。最轻磅嗰两只马8号、9号咧，川河冠军同变数入个 Q。天人合一就最叻第四，其他两只马初跑谷草，即系1号同埋呢个7号机械战士。上次成績好的呢就是1号、5号兩隻都入 Q 的，就是這樣了。現在呢大熱門是5号，隔晚大熱是2号，我拍著這隻是8号仔川河冠軍。川河冠軍隔晚6倍，而家4倍，4.9倍。川河冠軍入個 Q， 綠色斜間黃間咧就係呢只叫合約精神。合約精神都幾好啊！合約精神跑過3次，2個第一，1個落地。人馬合拍邊個好啊？2号好啊！跑過4次有75%，即係有3次就係 win 個 win 咗嘅，拍呢個梁家俊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數到落去就係包裝風雲5号就係、是、潘明輝跑一次入位置，然後咧第三名咧就係、是、呢個蘇兆輝跑過3次有67% 取勝，而家有兩隻馬喺度傾偈，黃色三川河冠區，另外咧黃星喺心口就叫天人合一。6号天人合一就10几倍，其实只只马都差不多赔率噶啦，最冷都是7号19倍，就7号机械战士，蓝色三追风企足，潘顿嚟噶，我中意咩啊？我中意2号、5号。2号、5号、9号变数都几好啊！9号入个 Q 啊！9号班德礼，而家换人换咗蔡明少。蔡明少试过拍呢只马咧，就系、是、跑过最叻第四，几好啊！真系变数。2号、5号、9号呢啲马好多人关注啊！真系轻磅啊嘛，9号。佢影住一只黄色衫机械战士，有个 V 喺度噶，一个红蓝 V 喺度，个冷门嚟嘅一只，9只马17倍、19倍而家。Jenny 姐拣咩啊？都冇留意添，我净系睇住个马报。5号咧就近即第二、第九。5号、1号咧就都有第二名嘅上一仗，所以1号、5号咧系近即几好。合约精神咧就系、是、最近3次有2个 win 都系梁家俊嘅，咁所以我拣呢个2号、5号。黄志康推介2号，2号又要落马。看看啲配備，綠色衫啊，合約精神梁家俊都132磅，8号川河冠區3次近績有1個第二，只只馬都有啲即係有啲近績嘅。合約精神咧近績有2個第一，都係梁家俊嘅，咁所以呢個人馬合拍，
二号、五号，蔡俊佳就中意一号、二号、八号，冇人要变数啊，变数都几好啊，其实换人啊嘛，系咪换咗蔡明少啊嘛，又轻磅啊嘛。最后阶段变咗大热门咧，就川河冠军、哦，继续都好多跟进啊，39蚊添啦嚟到。咁至於原先嘅熱門包裝風雲咧，就回到五倍。咁另外一二啊、四啊嗰啲就保持啦，上落唔大嘅。完成好呢個點名都夠啦，又係時候交俾集前啦。抌埋只合夥精英，全部馬匹準備投檔六場賽事，三班1650大熱係八，準備。去自己步啊！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前面快噶嘛，内栏位置合约精神相当快闸啊，中间有天人合一啦，外边黑衫粉红帽就变数，三只马比较快嘅。内栏第四位咧就系嗰只合夥精英，第五位黄衫啊，就系川河冠区啊。后边四只健康在望、红眼罩出边尾三咧系包装风云啊，尾二啊追风企足咧，暂时殿后黄衫黄帽咧系嗰只机械战士嚟嘅。转满转弯啦，前面得一只马放药，系合约精神啊。跟住第二位变数都埋咗嚟内栏啦。第三位嘅马咧，见到有呢只天人合一啦，外边第四川河冠区，内栏第五合夥精英啊，后边四只包装风云啦，尾三咧就健康在望啦，后边两只机械战士啊，尾二暂时电流系追风企足嚟噶。开始跑对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前面咧放咗出嚟嘅马系合约精神啊，抛离咗大约有两个马位到啦。第二位嘅马有变数啊，外边啊川河冠区第三、第四位嘅马，内栏天人合一啦，攞咗出去咯，合夥精英啊，后边嗰四只包装风云、健康在望、追风企足包咗落尾嘅马系机械战士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中间啦，合约精神仲系接嚟咗第一个新位嘅第二位嘅马，外边黄衫啊川河冠区啦，入边咧黑衫第三有变数啊。第四位大面菇打紧边啊，就系、是、见到呢只合夥精英啊，掟到最出嗰边有包装风云同埋追风企足啊，兜到嚟最后200米埋边数出嚟，合约精神变数，外边咧就川河冠区进占第四位，出边仲有包装风云，最后100多米啦，变数占先，川河冠区外边啊，最出上跟嚟仲有包装风云，原栏穿上仲有天人合一，接近终点，变数响中间，依然系占先到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。有呢只包装风云红眼罩，出边四号好似他着啊，健康在望，内栏黑衫六号咧，仲有只天人合一啊。结果呢场赛事头马应该系变数噶啦，第二名就真系近啦。外边数入去，健康在望，包装风云，外边天人合一。95654。看埋我直路镜头先。丁冠豪系咪？但系蔡明少，一换人就系几好啊！呢个配搭几好啊！好快有派彩咯！看埋我直路镜头先，好近啊啲马，一二三四名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都系一个马位之内。呢场睇个直路好啲啊，一单骑放领，冲咗出嚟，佢都唔知只马咁快嘅。啊，咁啊，啲出咗嚟咧，梁家俊喺依度啊。咁啊，其实即系只深色衫嘅变数咧，等于带头呢只咧就系放快咗，一路拉到个码头。你睇呢、這个，你见到啊，个码好唔舒服啊。咁啊，九号仔 win 咗出嚟噶，一路跟住呢只前边呢只梁家俊跑。咁啊，只黑白間條嘅呢只 TQ 嘅呢個潘明輝咧，就喺尾四呢個位置。咁你睇下幾狂幾狼狂啊！真係啊！
个重心摆咗喺后面扯住咋嘛。放快咗啦呢场二号仔。咁啊潘啊呢个蔡明少嘅深色衫呢、這个喺呢度。八号仔川河冠区呢黄色衫呢就係、是、臨开闸嘅时候係有绿灯喎，即係大热门嚟喎呢隻。咁啊潘明辉呢隻五号仔搵到个外档喎，冲上攞返条 Q。咁啊，梁家俊呢只绿色衫码已经冇咗啦，放散咗啦。咁就变数，而家呢度蔡明少深色衫嘅冲上嚟，成扎码好近啊，都唔相差成一个码位。咁啊，蔡明少、潘明辉就有个174蚊嘅 Q。